好，我们看 Bargain C 的第一题，A 二 power m 等于一，这样2 power 3等于二 power n，它叫我们 show 这个东西 m 跟 m 的 value。我知道二 power m 等于一，其实是二 power 零，所以 m 等于零，所以这一边 m 等于零。2 power 3 等于二 power n，这个是二 power 减三等于二 power n，所以 n 等于减三。OK，好。然后接着在这边，他要我们找 mm 的 value，所以27 power 2 power 3的时候，它是27 power 2，然后 root 3，所以我的这个 n 是3，m 是2，2 3，OK，好，好，在这边它是这个 object。然后 resolve at a larger size，它的 larger size 它又没有讲几大的那一种，哇，真的是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直接乘二啊，这一边它原本是四格、两格、两格、两格、四格，我就八格、两格，所以我在这边八格，然后两格来这一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格，然后两格变四格，乘二就变四格，然后这边乘二也变四格，然后这边它也是斜，一二三四，然后这个也是斜，一二三四，然后再过来这样，好。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直接什么二乘二就变成四，四乘二就变成八，OK，其实我可以用三六，但是我不要，我觉得直接乘二会更简单，这样这个就是答案了。好，在这边万族来噶，他 money of 15000，然后很长的时间不会用到。它放进 FD 里面，3年是这样，OK，NT，然后 which bank 它 choose，OK，让我们肯定是这一个5%跟4%肯定是拿这一个啦，然后 compound every 6 month 跟 compound a year 这样也是 compound every 6 month 这样啦，OK。So 两个原因咯，就是说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一年是5%，它 compound 2次，这一个它一年4%，compound 1次，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拿这一个东西，OK，3年，OK，So 在这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我们就这一个 bank alpha。我的 P 是这个15000，这个 P 是15000，然后3年 T 是这个，OK，所以它的 MV 是15000，然后一加0.05除一年2次，这个是 n 等于二，这个是 n 等于一，然后二乘三，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15000乘一加。0.05除二 power 二乘三是这么多，然后另外一间 B 的这一个的时候，它的 van beta 它的 MV 会是1500。没有15000，一加0.04除一乘三，OK，所以它在这一边这一个是一，然后一，然后0.04，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么多，好，这样很明显就是 alpha 给的比较多，OK，所以我们会选 alpha 咯，这样，所以它在这边 bank alpha，OK，
为什么呢？Bank Alpha Total Saving After 3 years is higher。OK，3年后的总存款会比较多。第二题 A，the population of town A 是降多，B 是降多，然后 total 是多少？Express in standard form，这一个呢，它要的是5.14乘10^3加6890，所以我在这边123，所以它会变成5140加6890。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5140加6890，所以它会变成12030。然后它要我们 express the answer in standard form。So standard form 的情况之下，1234，所以它这个会变成1.203乘10^4。好，第二题。苏莱蒂他的 loan 外援讽银行，他的 rate 是这个 P 等于 Y，rate 是0.05，然后 for 6年，这一个是 time 等于6，然后 simple interest charge 是这么多，哇，利息这么多，哦呦，这个是 I，所以 I 等于 PRT。哇，他借多少钱哦？6000等于 y 0.05乘6年，OK，所以我的 y 呢是6000除60.05，所以它其实是1000除0.05啊，所以它这个是2万块，所以它的 y 呢是 RM 20000，好。The following are two investors who invested using different strategy. Okay, so Jimmy 3万块一次过买2块半。Okay，然后 Steve 呢3万块，然后每一个月这样来买，然后它的价钱呢是2块半、2块4毛半、2块半、2块4毛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它。都没有一个超过2块半呢、啊，怎样看都知道他买的价钱平均到来比较低了啊，所以肯定是 steep 了的啦。OK，who is the wiser investor? Prove your answer by showing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verage cost per share unit. OK，所以在这边他要的是 average cost，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的这一个3万块。我分4个月来给的话，每个月是这么多，OK，so 这一个是 RM，这一个 per month，然后接着我3月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是7500除2块半，然后我拿到的是3000 unit，然后接着呢下来的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2.45，没有等下拿，这个也是这样3000 unit，然后它的这一个2.45的话呢是这么多，3061 unit，OK，然后接着它2.4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变成3125 unit。所以它全部这些加上来的情况之下呢，它总共会是等于3000，然后加3061加3000，再加3125，OK，所以它总共是12000，这一个全部会等于12000多，OK。所以在这边，这个是 total share bought。所以我的 average cost 呢，情况之下呢，就它的300003000除刚刚这个一二
186，186，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价，2.46块，OK，2.46块，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就小过 RM 2.5块，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我们就可以说 Investor 2，OK。So 这一个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说，Investor 二 is wiser。So investor 二 is wiser because he is using cost averaging cost averaging strategy. The average cost per share unit is RM 2.46,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Investor E with RM 2.50，OK，给我考试的时候我会这样写，OK，可是如果你考试你没有写到这样完整的话呢，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schema 是这样的，就这一个加上来一分，然后这个三万除这个一分，2.46一分。Investor 二一分，他没有讲为什么啊，他只是要你 show 他的 calculation for average cost，然后再来讲谁是比较 wise 的，所以你算 average cost 那边就三分了，然后你再讲二是 wiser 的，这样就已经是直接满分四分了。好，第三题 A，它是一个圆圈，center 是 O，然后在 E 这边 meet 而已。所以这个是它 tangent 呢、啊，所以它要我们角 state 的角 OEF，角 OEF 就是90度啊，OK，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的这一个，它要我们找那个 x 的角度，这么这样简单的东西的啊，180减90再减34啊，所以它这个是56度了、啊，好。在这一边，还要我们把这个 equation 写成这样的 form，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呢，这一题它其实是出到蛮简单的，所以我把这个搬来前面，所以它是 2x 加 y 等于8，然后我全部一起除8的时候，然后这个越减4，这个越减1，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x per 4加 y per 8等于1。So 在这一边，我知道它的 x intercept 是4，y intercept 是8，这样。The diagram below show the plan and site elevation of container. Okay, name the geometric cylinder 什么 solid above. So 这一个很明显，它就是一个 cylinder 来的啦。然后我们上下都是一样的那一种哦。Okay。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什么，它的 height 呢是10，这个是 height，diameter 是14，所以它的 radius 是7，所以这一题呢，它的答案是叫做 cylinder。OK，我们的 A 是 cylinder。OK。然后接着 B 的情况之下，他要我们，他说倒这么多水进 container，他有把它 fill the space inside the container，OK，那 but no he fully fill fill the space inside，他肯定有 fill the space inside 吗？他倒水进去，他肯定会 fill 他的 space 吗？好，so 1520。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的 v 的这个部分，v 等于 pi r square h，
So 22/7乘7 square 乘 10，所以这个是1540。OK，so 这一些号码我遇到太多了，所以我可以直接知道它是1540。然后 cm cube，然后它这一个是1520，OK，1520 cm cube 小过1540 cm cube，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它 cannot fully fill the space inside the container 呢，OK，not fully fill the space inside the container because the volume of water is less than the volume of the container，好，就是这样。好，第四题 A，这一个是正方形 PQRS，然后它要我们用 ladder stick 这一个 point equidistant from PQ 跟 SR，所以这个是 line WU，然后Point equidistant from point P 跟 R，P 跟 R，所以是 SQ，所以它这一个是 line SQ。然后 equidistant from PS 跟 PQ，所以 PS 跟 PQ，所以是 PR，所以这一个是 line PR。来 B 的这一题，它是 scale 是1:125。So 它是 drawing，这一个其实是它 drawing 来的。然后 calculate the total cost RM building fence around the 这一个羊圈这一边。OK，if the cost of fencing 是12.5 per unit，所以我在这边16-4等于12 cm。OK，so 我们的 drawing to object 是1:125。我六的情况之下，它就125乘六，所以我在这一边125乘六750，所以这个是750 cm，也就是7.5米。然后它12的情况之下呢，它就125乘12，然后它会变成1500 cm，然后是15米。OK。其实我不用乘了，我其实只是拿上面那个来乘二吧。OK，所以它的 perimeter 呢是7.5+7.5+15+15，45米。所以它的 cost 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是等于 RM 12.5乘以45，所以我在这一边12.5乘45，然后我拿到的是 RM 562.5。所以这个是 RM 562.50，好，好，这边他说这一个 diagram in the answer space 是 tourist spot in city，然后 Zainal want to plan to spend the night at the hotel close to the tourist location. The location of the hotel should be always equidistant from museum and zoo. So equidistant 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一边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垂直平分线。所以 P 跟 Q 都符合它条件，就是说我在这一边，我圆规插在这一边，上面一撇，下面一撇，然后再插在这一边的时候，上面一撇，下面一撇，这样垂直平分线。然后这样 PQ 都符合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The location of the hotel should be always 然后 not more than 3 km from beach，not more than 3 km from beach 的情况之下呢，这一个那个沙滩是在这一边，然后不多过 3 km，不多过 3 km 的情况之下，这一些都符合条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P 跟 Q 都可以。Okay, so choose the suitable hotel based on the location. So P and Q 两个都可以。如果是 P 的话呢，它是 2 km，
然后 Q 的话呢，它是 3 km， OK， 因为他讲 not more than 吗？ not more than 啊，不多过3 km 吗？ OK， 不多过3 km 的话，3 km 可以啊， OK， can be 3 km 吗？ 3 km 不超过3 km 吗？ OK， 可是他给的 schema 呢，他是讲是那个 P 2 km， 我是觉得 schema 错了。这一个我是觉得 schema 错了。好，在这一边他 show the comparison of type of investment in the terms of risk, return, 还有 liquidity. Complete the table. OK, so saving the 那个 return 是 low 了。OK, 然后 risk for 这一个是 median 的。这个 risk, 等一下给我想一下。它是属于 median 的，课本是写 median。OK， 然后 unit trust 的这个是 high 的。OK， 所以我们看课本提供了这个表，所以课本提供了这个表的话呢 ，saving 的 return 是 low 的。OK， 然后 unit trust 的 liquidity 是 high 的。然后 real estate 的 risk 是属于 moderate 的，哦，所以是 moderate 的，不是 median， OK， 中等的，这样， OK， 可是它 schema 提供的答案是 low， 哦，啊，是中等，中等，房地产是中等的，它在这边它是写中等， OK。The diagram below show a ladder leaning against a lamppost. So find the height in meter of the lamppost.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这一边这一个是一，然后这边是60。So 这一个是 opposite。这个是 adjacent， 所以我们就有 tangent 60度，度啊 ，tangent 60度 ，tangent 60度呢，它这个我给它是 x，so x 除以，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 tangent 60， 所以我的 tangent 60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3，然后也就是 1.732， 所以这个是 1.732， 所以它的这个 height。就会是等于 1.732 加 0.8， 所以它会变成 2.532 米。好，就是这样。好， see record of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in the house 是这么多，然后它的 rectangular water tank， 然后它的 length 是这样， width 是这样， height 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长方体的那个什么那个tan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有长宽高，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有 length width height， 所以这个是 length， 这个是 width， 这个是 height， 然后 assume that no water entering the tank for the day after， is the water of tank enough to survive for 10 days？ So volume 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变成了那个912×412×512，所以我最后拿到的是这样，是这一个180×10^6，所以它的那个number of day 的情况之下呢。我在这一边 number of days 会是等于180×10^6，这一个其实是我这边一个移两个，所以它是1.8×10^8，所以我的1.8×10^8除2×10^7，然后1.818×217，然后拿到的是9。所以它这一个是等于 9 days，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答案是 not enough，
for 10 days. 好 ，state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figure for the following number， 这个是 four significant figure， 这个是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OK， 我送分了这一题，然后他要找 equation of PQ， so gradient of PQ 会是等于4减减7 over 7减减2， 然后它会变成11/9，然后我就由 y 等于11/9 x 加 c， 它经过7次 ，so x 等于7的时候 ，y 等于4， 4等于11/9 乘7 加 c，c 等于4减77/9， 所以我在这一边4减77/9， 它就会变成了减41/9，减41/9， 所以我的这个 y 等于 11/9 x 减41/9， 好，就是这样。好，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 solid red prism rectangular base， 然后它的这个 EFGHJK 是 uniform cross section， 然后在这一边，它要我们画它的 plan，plan 的话呢，就是从上面看下来。 所以从看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些 ，OK， 然后这一个是7，这个是5， 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条线下来，然后这一边它这一个是2，5，所以我画的时候呢，你们画的时候呢，它会是这样的一个图，然后它是7，5。 然后在这边它有一个2，这样 ，OK， 所以它这一个是255，就是这样而已。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 schema。它在这一边呢，它这一题3分，它说它的 bentuk betul dengan segi empat， 这一个是1分。然后他说这三条一样和这两条一样，又1分。 Semua ukuran panjang dan sudut dilukis dengan tepat ya even. 他没有讲你要一定要 label， 所以你没有 label 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不会扣分 ，OK？SPM 是不会扣分啊，这一个他没有清楚的讲，他不会扣分啊。好 ，the point of town ABC 是 mark on Cartesian plan， 然后2y 等于4x 加12是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connect AC。 然后 y 等于 4x represent the equation for the straight line connecting BD， 然后 tau m 是这两个的 intersection， 还有 state the distance from m from x axis， 所以在这边这个是 equation 1， 这个是 equation 2， 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拿 equation 1 来减 equation 2， 2y 减 yy， 4x 减 4x 就没有了，然后剩下12。其实我刚刚很想全部一起除2的。 可是我看到 4x 这样我直接减就可以了。So 我在 sub 我的 y 等于12 into 我的 equation 2的时候， 12 等于 4x， 然后我的 x 等于12 除4 等于3，所以我的 m 的 coordinate 呢是3逗号16，3逗号12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这样，3 12。So 在这边 x 这边 y， 他说他 m from x axis 多少？ 16， 它高度是 16， 所以它答案是 12 units from 这个 x axis， 就是这样。好，这一边我就把这一份讨论完了。